我们到了圆顶360露营区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营位。这里有喵。然后有一只猫来了之后就坐着了。对，看到我们来就坐着了。喵。然后我们刚到，一点到，老板，但是老板算我们夜充的钱，还不错。喵。我带你看圆顶360，它那边有个汽水池。哪里？没有小只的还好。哪里有大蜘蛛？好了，那我们要开始搭帐篷啦。哦，帐篷终于弄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帐篷。然后是因为它这个站板是360×360，还有我比我们帐篷还要小，所以我只能把有引柱的地方放在帐篷上面，不是放在那个站板上面。然后后面的门就没办法拉成了，就让它垂垂的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前面也是这样，对啊，因为站板太小，就大概是这样。耶，缩小了。缩小了，哎呀、欸，开始在起雾了。所以很多装备没办法搬出来啊，桌子也只能放在外面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子啦。起雾啦，白茫茫的一片。下着小雨，然后起雾。然后有喵躲在你的车下。喵是不是？不过还好，我们是有棚的、啊，比较没有影响。面包，休息一下喽。面包，面包，对，刚刚去买了一个乳酪面包，银主做的，一个100。没错。嗯，好啦，休息啦。拜拜。可以准备煮晚餐。有煮好了，刚刚有煮那个咖喱牛肉。然后拌咖喱牛肉拌饭，然后在搞破坏。菜这边是准备要煎的，对，有香肠啊、杏鲍菇、豆干、甜不辣，然后配啤酒，然后还有一个牛排，还有一个牛排。丰盛哦。好啦，然后刚刚有加一个投影机，然后再看电视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。哟，我现在在礁溪，然后为什么会跑来这边五八汤圆回转？前一刻还在大同乡的圆顶360住帐篷，可是现在为什么在礁溪？因为我们遇到了很烂的路友，他们很夸张啊，讲话很吵，然后半夜。还有昨天半夜凌晨一点多，还有人来录，来他们那边去搭帐篷，哦，乒乒乓乓吵的我们都没睡。然后他们又很没有水准，所以想说我们今天就临时紧急撤帐，然后跑来礁溪住。哎，先这样吧，找中餐吃啦。怎样？换了吗？留电话啦。好，那找中餐啦。啊？啊？拿什么拿？看到一个，是伟杰包心本源，天气的本源，可以啊。啊，爸爸要先拿一根汤匙吼，汤匙不用了，你吃就好了，你先吃啊。等下五分你吃。对啊，好啦，开动啦，开动。跟爸爸妈妈来，老妈妈，老妈妈，拳击。耶、yeah. 嗯！就这样，还在躁动，躁动滴滴。啊，开动啦！老妈妈酱油，这个好像都是空的这样子。
山寨村，看看。哎、欸，蛋姐啊，蛋姨哦。这边，没关系。去哪一池，你就要去哪一池哦。OK。好。口味鱼吃脚。钱正在被鱼吃脚。好痒。哦，这边好多。很痒吗？妈妈很痒吗？很痒哦。以前都不行。不痒吗？不痒，完全不痒。邱宇轩很痒吗？邱宇轩口罩戴好。不痒。口罩戴好，我这鼻子要遮住。确定不痒吗？你脚下好多哦。邱宇轩，你这是哪一池？第一池。哦，小声点。又要翻了。你看又要翻的，哦，你看你的脚多不多，很痒吗？好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看你可以等多久哦，不要笑哦。哦，果然人很有哦。你有变厉害咯。赞。十八度温泉会馆，开箱。今天住了2晚3日夜。哦，房间是三人房哟。对，三人房。那多少钱？二七出头，啊，也不会很大啦，但是还，我觉得算 OK 啦，对啊。还有泡汤池，这样子大概这样，然后厕所，哇，啊，我刚讲的，还有那个泡汤池，对吧？泡汤池，啊，洗澡的，2000多块，宜兰。汤围沟公园，对，好 ，OK， 那就先这样子啦。吃早餐啦，对，我们在吃那个饭店配合的咖啡厅，嗯，就是吃一些简单的那个杯糕啊，一些蛋糕啊，咖啡，对，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啦。
芙蓉便当。哇，好久没来了。来吃便当。没有来过。有啦，你有来过。前天你有来过啊？骗人的。有啦，真的有啦。我们还有去对面吃豆花还是冰某，有没有印象？骗你的。芙蓉便当，那你就去打蛋，开动喽！吃糖果。